到镜片实验需要的实验器材有20×10公分的铝箔纸、面纸、口罩，还有剪刀。解开后会发现口罩里面有3层的结构，它的最外层是由去铝锌做成的透气度，它具有防脱水功能，可以防止别人讲话的飞沫啊，或是大颗粒的粉尘进入到你的呼吸系统。然后中层那个是熔断透气度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做实验的主要布料。然后内层是 PP 和 PE 制成的透气度，那它表面有经过清水处理，所以它可以让口罩和你的脸碰到的时候会比较的融合，不会让你不舒服。接着我们拿出卫生纸，然后用剪刀把它剪成4个小碎片。接着我们将口罩与纸屑接触，看看是否有静电吸引。将两只手机放在纸筒的两侧，确认纸筒的伸缩没有障碍，打开1000赫兹的声波，再打开声音振幅，一边拉开纸筒，一边注意声音的变化。录波是两个波长、周期、频率、波速皆相同的正弦波相向进行干涉而成的波。与行波不同，驻波的波形无法前进，无法传播能量，因此称为驻波。驻波通过时，每个指点皆做简谐运动，不像行波，各指点震荡的幅度不相等。振幅为零的点称为节点或波节，振幅最大的点位于两节点之间，称为负点或波负。做完口罩镜片实验后，大家是不是都很好奇，口罩为什么上面会有镜片呢？原来是口罩的第二层，它叫做膜层不织布，是由 PP 组成的。那上面 PP 当它加热后，它就会变成膜的形式，产生口罩第二层。那它透过电流充电、保鲜垫，才让口罩本身变为一个垫。接着我们把中间那一层熔喷布织布放在水里面，看是否能吸起小纸片。那我们先洗小水看看，发现是可以吸小纸片的。接着我们把熔喷布织布放进水里，A few moments later.